我要带他走。何人擅闯军营？我是叶十七，来找文小六。他是我的仆人，是来找我的，你千万别伤他啊。十七，别动手，快回去啊。我要带他走。大人，大人，我已经是年代人了。小伤而已。不要打他的鬼主意，他现在已经是我的人了。经查实，你是清水镇的平民，对陈荣义军并无恶意，先放你回去。草民多谢大人，草民回去以后一定广为宣传大人的仁爱之心。回家。大人，我们走了。快走。一个女子，一个高等神族，都在极力隐藏身份。有意思。